大家晚安。啊，今仔日呢非常的荣幸吼，啊，搁到咱易经的高级班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子啊，非常的特殊啊，也就是咱中华民国97年上尾的一天，所以下暗呢，足侪人在去看了跨年晚会，吼，啊，咱今仔无去看咧，今仔日来读易经咧跨年就对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这个易卦对咱来讲，吼，不管是养身体也好，养神也好，养气也好。吼、哦，用可能自己拢做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等下讲借着这句话来做一个看咧，嘛真有意思的对。所以咱有遮好的姻缘啦，拢着将着咱天文书着，甲祖师的风烛，咱师尊、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愿大德，甲咱前人各位点开书的提拔，使咱呢有遮尼好的姻缘啦，搁来研究易经的心法，甲咱道统的心法吼。来，啊，请咱各位前人来看。啥物叫做易卦？易卦就是咱的嘴就对啊，所以咱伫食物件，要啊易用咱的身体，易用好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伊遮就是上颚，遮就是下颚，所以你啊看，伊就哪像一摆手去伫遐拨伫遐夹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啊看顶面的构造就是颈卦，颈卦就咱顶面遮吼袂振动，咱遮是固定的啦。下顶当时下底正卦，正卦下底只下海，较安尼卡安尼卡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下颚呢，较会顶当上颚不动，安尼呢，就代表一个人咧食物件，咧保养身体，搁保养身体，安尼意思就对，所以叫做易卦呀，吼、哦。后来易卦伊含义呢，啊，非常的多，咱大概呢有了两几点，第一叫做养生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养生之道啦，尤其现在人呢，会当讲啥富贵病真多，吼、哦，糖尿病，吼、哦，尿酸，吼、哦，痛风，啊，中风，啥太遮多，吼、哦，咱50年代迄阵，这种病人拢叫做好牙人病啊，啥那叫好牙人病，食伤好，搁分段运动，造成啊呐富贵下好牙人病，所以较早人生活足困苦。啊嘛，食得足简单，而且呢做了有够够，所以呢运动量拢有够，所以颠倒较早啦，啊啦，较无即个病痛就对啊。啊，所以真个人呢愈来愈富裕啊，行入到工业时代，所以呢下当讲啊啦，愈食好，啊手佫不动三宝，吼、哦，啊佫欠运动诶，生活起居佫无正常诶，所以呢进入开始啥，哦病痛一大堆。啊，病痛有诶时阵，着一派人咧买来啥讲养生之道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咱啊，咱真诶养生之道会当讲几落派，吼、哦、嘛有一派讲叫做啥，食有机诶，有机诶袂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互我建议讲上个有机着啥，咱家己栽诶菜上个有机啦，迄上个安全啦，熟悉诶咧，吼、哦、有当时啊人家己栽有机诶，伊嘛有所顾虑，吼、哦、不啊。无法度的当中，嘛加减会破喷发一挂药啊，所以互我的见解来讲，咱先家己知，迄家己来会当掌握到的，所以啊，咱家己知是上介好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养生之道，咱一定爱会当调养，吼、哦。啊，无你啊看，无健康个身体，一切拢零呢，吼、哦。你啊看安尼，一生当中你要赚偌济，偌济钱，输在咱家己添的呢，哎，愈济零愈好啊。唔过头前这个衣也无落去诶，头前后壁嘛拢空空着对啦。所以头前这个衣就是咱的身体，身体也无健康，后壁嘛是拢零啦。不管你50个零、100个零，都拢同款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尤其咱进金融风暴，吼、哦，啊，足侪人咧去用啥裁员，啊，足侪工厂咧啊啦关闭。所以咧，这个时阵吼，啊啦钱减赚无要紧，唔过这个身体一定要养护好势。吼、哦，安尼个时阵吼，较会当啥？留得青山在啊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吼、哦，安尼较有一个生机出来。啊，这个因呢嘛代表了道，哈、啊，那是讲咱钱赚足济啊，啊，毋过无这个道咧，啊，到尾嘛是空空空，来嘛空空，啊去嘛空空。所以呢，这个易卦咱讲得非常好哦。咱要咱调养咱的身体，啊，身体要咱较会健康，所以叫养生之道呀。啊，来养心，养这个身躯。哎，身躯就是变来健康，上个重要，心外起居要正常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，咱前个有讲过，主时该困就去困，因为伊的气行到肝胆，
所以主食睏袂着，脚咧食补药，所以咧对咱一个啊养生之人咧，足大诶帮助。啊，下早是五六点诶时阵，该爬起就爬起，因为迄阵诶气行到肺部，吼啊，所以迄阵来咱开运动啊，拍啥拍太极拳也好啊，拍做吐纳嘛好啦，吼拍拳嘛好，看咱爱啥物运动拢无要紧，到迄个时阵爬起运动上该赞，叫做得势啦。一感冒迄个时阵，行到肺部尔尔，所以咧时得也无得。有当时啊，咱搁要用什么时阵来运动，拢无迄个效果出来，就较拍算啦吼。所以咱有爱知影迄个时辰的重要性。所以十二时辰拄啊配合啥十二经络，配合着咱的气安怎运作，安怎运转吼。啊来，身躯是外表，所以呢来嘛是爱用德。所以呢，咱一个人。留什么予子孙上解好，也就是留恁的德行啊，予咱的子孙上解圆满。无你也看像王永庆安尼嘛正路呢，智慧就安尼一辈代呢。哎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有当时啊钱留伤多，予囡仔都啊唔知要变哪处理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有当时安那，哎，甚至造成了彼此的纷争，彼此的啊争夺，安尼就无效气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来留足侪钱予囡仔呢。有当个囡仔嘛，无要来看呢，嘿，啊，所以留啥物互囡仔上好，就是养培德，养咱的德，培咱的德行。然后这个德行，互咱的时势啊，是上个有智慧人啊。所以你看，当时孔老夫子，哎，培养德行非常圆满，伊的德，因伊的子孙，应到近七十几代啊，叫做孔泽成，2500多年，所以非常的无简单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今仔修道，就是要培养咱的德行，吼、哦，这是足重要的一只一步子，吼、哦。来啊，用体，哎，用咱的身体，用咱的筋骨部分肢体，这拢是同款的，吼、哦。啊来，用气，所以前界的初一班有人讲变啊做土纳，哎，这是要调气啊，吼、哦，咱气也无调无长吼，人讲英雄气短。所以咧，气爱练好长，练好幼，练好啥密，吼、哦，所以密密长长，安那安尼对咱的身体愈来愈好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也相信，你啊看，迄啊身体用的人吼，啊用丹田咧创过人，伊安那喉咙较袂受伤，肺部嘛较袂受伤，因为咧讲话拢用丹田来咧讲啊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咱啊做老师的，啊是讲课啥。哦，靠一支嘴在讲话在赚钱的人，一天拢爱讲十点钟的，还是讲七八点钟的，一定爱练气。这个气也无练吼，哦，真正袂堪钱的，真正袂堪钱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呢爱调养，所以神龟大华家己爱伫厝里吼，爱好啊勤练呐，吼，因为好我会晓讲了了，也袂当替咱练呐，吼，咁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好我家己在练，唔只我都去啊参人讲啥。哎，讲一斤一斤，就讲三斤，啊，无头伊就亏咱啦。哎，啊，愈讲精神愈好呢。好、哦，啊，真正吼、哦，走咧正到尾有够欢喜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来用神，你因为咱有精气神啦、啊，所以这个神要来用，起码是有功夫呢。所以呢，无杂事，无杂念，修好清清净净，这个用神啦，就对。吼、哦，啊来用神，就是用咱的本性，因为咱的圆道道的本性本来没用啦。本来唔免修啦，唔过咧，但无污染啦。你咱若卖污染，咱就根本唔免修，唔免用。吼、哦，啊，现在又搁来一个养性，因为咱是求了气必所污，不了所白，但咱白掉咧，所以咱就爱啥，爱来培养这个本性，伊会啥圆满。啊来，文天祥的养和人正气，吼、哦，所以文天祥咱大家都捌，吼、哦，所以咧一代一代的老人啊。所以你啊看，伊正气吼参天，啊、哦，所以本来吼参咩环保去烧钱，嘛拢逼啊春盘死个，大家拢炸一包毒药，哎、欸，啊伊是主帅，结果伊炸十包，炸伫身躯，啊剑书啊咧，赶紧嘞买三毒药吼，食之后翘起啊，唔甘愿互歹人掠去就对个，哎、欸，人拢食一包就翘起啊，伊结果伊食十包袂死啊，啊奈袂死，伊有足够个好人正气。一吃破万邪啊，所以呢，家己啊呐，煞袂无法度啊呐，来食药来翘去，所以唔只去有环保啊，掠去关，吼、哦、啊，不过呢，伊嘛啊呐无受辱，也唔甘愿投降环保，
所以呢，伊到尾啊，他老啊是休息啊，所以不用存的，这个是啥？和人进去，包括讲关伫内底有够艰苦呢，哎，迄袂输低调的呢，甚至安那，甚至放毒去了分互死呢，啊袂死呢，甚至用迄喷吼落去食呢，伊嘛是照常安尼活到真好势，有够奇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伊不用存的，这个是啥？和人进去，包括咱的关圣帝君是安那。伊咧要食素食，他会成为母性，因为伊咧修五相，所谓仁义礼智信，伊拢修到非常圆满，而且伊阁有一个超人的何人正气，所以咧成为一代母性，也就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毋是大家有法度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过来呢，咱来看圣人有用利用性呀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是要用心，还是要用性，还是要用德，还是要用心？嘿，去看咱啊！啊，解药是逐项拢用，是上解圆满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自性的资本就是啥功德，啊、哦，甲明德，甲道德。所以呢，要用咱的本性，就是道行功，道了圆满，就是无功夫。因为呢，咱的本性伊上解需要滋润的，就是咱的功德水，甲智慧水。所以咱无所求啦，毋是做侪金银财宝就做好个呢，诶、欸，毋是做侪金啊啊金钱就做好个呢，是必然啦。因为呢，咱上个爱就是做智慧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智慧水就会当滋润咱的本性，互咱本性啊呐恢复迄个伊道道光色色的本来真面目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爱明德。啥物叫明德？明德是明白咱的自性啊，所以呢，明白咱本来真面目啊，这叫明德。所以呢，搁倒就了，就是啥道德。所以流露出来，咱一言一行拢合乎道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啊呐，拢依照良知良能来咧做事。所以呢，咱开口也好，哎，啊闭口也好，啊是行诸道果当中，拢依照道德来咧做啊。安尼才是真正的啥修行者，往生啊，永生之人呀。吼、哦，第二点，你讲贤人有用的用心嘛，所以呢，贤人伊培养的啥一个心念，一个念头，所以一念善即天动呀，一念恶即地恶呀。所以你啊看，咱的念头足重要呢。哎，念头毋是完全歹，啊、哦，就是讲咱是善还是恶，毋是讲拢无念头，无可能拢无念头啦。咱凊彩伫遐坐着，伫遐念头，伫遐后白想啊，啊，只是咱要去掌握迄个念头。咱若想伫好个去，咱当下就是天堂；咱若想伫歹去，要害人，哎、欸，啊要偷夺，啊要偷淫啊，有可能这念头咧就出来变啥地狱道去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咱来讲，迄人有用力，有用心啊，所以就要安尼掌握咱个心念，迄是足重要个吼、哦。啊，君子有用力，勇气啊。所以来讲，气足你不失啦、啊，精足你不变啦、啊，神足你不输啊。所以咱一个人气啊，啥电力有足的时阵吼，哎、欸，会当食足少的呢？哎、欸，唔免得讲哦，一顿食几个碗呢？所以我吼，即届去大陆看到一个少年啊，有够好食，迄碗吼，有哪食大碗？结果了来食几碗？食四碗啊！食到内底人拢食剩的拢中甜。哦，互我足久毋捌看人遐好食，吼、哦！啊，大陆人听讲有哪足好食呢？凊彩拢两碗，凊彩来三碗。啊，咱台湾人呢，咱即拢食啥？食较少，啊，食较精致，吼、哦，食较营养。啊，你啊，毋是像咱较早呢，有哪拢足好吹的，伫遐拢粗巴型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真正咱若年轻的人吼、哦，你一工食一碎啊，就够咱嘞，毋免食足济呢。颠倒食愈济，互咱五脏六腑哦负担愈重，颠倒无好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互我鼓励咱，真正即个气吼爱练落开吼、哦。啊，精进你不眠呐、啊，就讲咱的啥精进的是当中吼，唔免一工唔免困偌久，一工啊困四点钟就足足个呢，真正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的精气神爱足饱满，吼、哦、自然的咱身体就是啥健康。啊，神就你不输啦，咱若神吼啊，万足的当中吼，你咱袂乌白相东相西。包括咧困的当中，咱嘛袂忙东忙西，哎，所以这拢在伫生活当中咧修道呢，生活当中咧练这个啥精气神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啥，君子人有用利用气啊，凡夫有用利用心啊，吼、哦，所以生命资本就是活力、加精力、加啥体力，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人讲要活就要动，爱活就是爱叮当啊，所以叫做活动活动嘛。所以咱上界养身体当中，就是啥上界基本的爱要运动。所以该运动就加运动，该困就去困，该食就食，啊，就是遮简单。吼、哦、啊，食啊那粗茶淡饭就好啊，唔茫食了伤淡味，吼、哦，唔茫食有够咸，食愈咸熬着啥，哎，熬中风。高血压就有咱的份，哎，啊，咱若去食伤香，吼、哦，啊是食啥伤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重口味的尽量拢卖，包括即类拢含味，哎，味素完全拢无得当，盐呢拢一丝丝啊尔，所以盐有咱唔忙拢无当呢，敢知影？哎，迄盐有咱加减当呢，因为辣盐内底有食较辣。咱人身体不会当无食干辣，食辣也不失去平衡吼。咱人就是啥虚咧呀吼，啊所以盐嘛加减淡，袂使完全拢无啦吼。好啊，所以包括咱的精力啦，咱的体力，拢爱保持甲啥上介好的状况。吼，安尼咱真正唔只有法度人讲去讲经说道，唔只有法度讲去度化众生，唔只有法度去开扬播种。吼，啊无你啊看，咱若养无好。规个身躯虚咧咧，坐一个船咧，分船咧，坐飞机咧，晕机咧，坐车咧，晕车咧，啊，就晕了了啊！晕去遐，等你精神，咱就搁要转来啊！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咱真正身体这个肉体爱保养，因为咱身体就是啥，哎，上天的公本啊，咱爱保养就好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咱先来讲变啊，养德。所以呢，这个六祖大经呢，伊来咱讲，伊讲善知识啊，念念无间是功。心行平等是德，自修行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哈、哦，所以讲，哎，因较早的称呼拢讲叫做善知识啊，啊，咱即个称呼拢讲叫各位真贤大德啊，意思是同款的啦。伊讲咱来当修甲念念无间是功啊，意思咧就讲咱的念头啊呐，拢伫啥，拢伫善的这部分。哎，我要来学讲书哦，我要来读圣经哦，我要来讲经说道互听。我要来度化众生哦，我要开光布正哦。咱若即念头啊，无间断的离出来，好的念头离出来，迄就是足大的功德啦。嘿，啊，心行平地是德啊，吼、哦，底下想也无够德的，真正做好出来，吼、哦，心行平地，所谓什么叫平地，就是呾淡用初心，得了成分，就是把握现在啦，把握当下啦。哦，唔通讲啊！我吼、哦、要修道哦，哎、欸，等我退休再来修。哎、欸，要修道哦，啊，等我啥？迄落阮后生啥？哎，后生祖囝拢请起来，再来修。迄就无法度包白当啊啦。当下就是现在意思啊。不管我这几岁，拢无要紧。哎、欸，啊，不管我这个用啥，拢无要紧。半时间人学，半时间来修。嘿，迄就是上界好诶，所以一直用咱的啥，哎，用咱的心性咧，就用咱的行为啊，做活出来，所以咧达到动啊，安尼就是啥上界大的德。所以伊讲自修行是功，自修心是德，所以咧会用回光返照，哎，自修家己的本性的人，这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啊。会用家己自修家己身体的人诶，迄就是上界大的德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较难讲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咱会当真真正个达到回光返照，达到见性啊！迄比咱伫在世法师无畏师个功德搁较大，吼、哦！迄才是真正个大功德。哎、欸，会当平等，所谓平等，就是一视同仁，无论分大人囡仔，无论分男女女，无论分礼貌，无论分外国人啊，啊，啥？哎，咱本身啦，拢无论分这，拢是一视同仁。因为咱大家拢是一母之子，一师之徒，所以咱大家是老母的啥凡胎分子啊，所以大家就是要安那赶紧回向人报，所以会当达到平等，安尼是上个圆满吼。啊，所以爱咱自修性、自心心吼。好啦，伊阁继续讲，善知识啊，功德需要自心来建立，所以唔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不得不惜其意啊，所以非我作主有过呀。是安尼，再佫有讲一段，伊也就是有一个徒弟在啊讲，因为这品叫做疑问品。疑问品就是讲六祖慧能祖师的徒弟有甚物疑问，拢写请教。所以其中就是有一个请教讲，是安那当时呢，当魔祖师，哎、欸，
伊个余伟都将来到咱中国大陆，啊，伊本来就是要去度量母地，啊，是啊，咱量母地你也问讲，像我三日一时，五日一暗，做遮尔大，会啥？诶，圣业，你啊看我功德有偌大？但无做事，我讲丝毫无功德啦。啊，是啊，他会安尼啦？是啊，他也讲伊都无功德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徒弟咧问六祖啦，六祖甲你讲啊，功德非自性内见呀，吼、哦，毋是布施供养力所求呀。所以讲真正功德是啥？家己自性当中爱回光返照，家己自性当中爱自见呐。自知啊，自明啊，自行啊，自化啊，安尼唔只是真正大功德，唔是像梁武帝讲哦，我三日一时日时一啊一时五日一暗，哎、欸、啊供养布施做够多，伊感觉伊安尼个啥功德足大，伊讲这唔是功德，这叫做福德，福德甲功德无同款个，咱敢知啊？哦，咱也分得清楚呢。无你啊，看好啊，问咱啊，较早佛陀。伊咧啥？是安尼去要去人化缘，是安尼要去人突破。参咱真共款，啊，咱真咧做个拢无共款呢。吼、哦，咱真做济吼，啥物迄个、迄、那个啊、迄、那个功德会，伊不断的布施，哎、欸，不断的啥哦救济，这嘛是足好啦。毋过这叫福报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佛陀当时是安尼要去人化缘，是安尼要造成咱哪那布施互伊，因为伊布施互佛陀，这个人有福报。所以这个人未继续善了啊，所以伊呾雕工，互这个人造成了有呾做功德，哎，做福德的机会，哎，互伊有布施的机会，哎，啊，咱真拢点到边，咱真拢好不断的提钱去做布施，当然这嘛是好，这嘛是咱在做福报了对啦。唔过六祖啊讲真正福报，也是啥马上下棋啊啊呾提钱下虚空啊。下去了，你冲冲冲，你福报够大，福报就讲修较来世的报啦。后世人可能好出世，做好做好啥？做好的家庭啊，唔免坐到有人食啦。吼，也是讲哦，出世做富裕的啥的家庭啊，拢无得卡，就是讲福报足大了，对啦。哎，啊，不过这个因啥轮回，这也无断轮回，也无法度达到超生了死。所以福德参功德完全无同款。所以真正的功德，就是真真正是爱民心见性，吼、哦，无法度民心见性，迄拢也是福德一种尔尔。所以咧，梁武帝伊唔知影啥物叫做功德甲福德，伊拢啊参参做一下。所以咧，伊讲唔是啥，但无祖师讲唔对，嘛唔是有过失，迄是梁武帝伊家己唔捌啥物福德甲功德会啥分别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即期上个重要第啥？福德也爱修，福甲慧拢爱同时修，所以叫福慧双修啊。所以是咱前辈才叫咱一直度人，哎，是咱叫咱一直读经典，是咱叫咱在世法师无畏师，迄就是要修内性甲外行啊。所以呢，内性甲外行就是福慧双修的意思啦。哦，只是个内性外行，就如我讲的。哦，啊，福慧双修是佛家讲的，意思拢同款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拢就是爱有知影这个安怎啊看法。六祖慧能祖师佫继续来讲，每人修福不修德啊，哦，所以每人呢，就是啥，拢想讲，哦，啊，我一个月呢，都200块都交咧，哎，我一个月都100块咧做功德咧，其实这拢是修福，唔是真正修德。所以真正修德是改脾气，不改毛病。去杂质，去咱的贪嗔痴，真正从咱体内啥歹的念头拢啊去除掉，遐是真正修道啊！吼、哦，啊伊讲自然修福便是道啊，所以足侪人拢想讲，我安尼做善事，就是咧啥修道啊？遐是佫差足大尾的对啦！吼、哦，所以伊再再咧来告诫，伊讲布施供养服务别人啊，心中参悟咧，啊原来做啊！所以讲，今仔日咱知影在世法师无畏师，这个这种功用真正福有够大。啊，不过咧，如果一个人啥布三思的人，心中的参悟咧，就是讲伊恶念搁直直生出来，哎，啊恶事搁直直做，你啊看，安尼够菜干人了啥？人咧伊咧哈做三思。所以有些人吼，较早就是足侪人讲，一个人咧食菜吼，拢会啥，拢有一种错误观念啊。
讲哎呀，这个人咧食菜哦，啊，伊这少年一定哦那做恶作毒，做恶作剧啊，就是讲伊细汉绝对啥，少年的时阵绝对有骗人啦，有骗人，有害人啊，食楼卡咧忏悔啊，甲要食菜来大忏悔啦。所以较早就是人拢有这种观念啦，吼啊，所以乎我迄阵食素食的时阵哦，伊就讲哈。啊！你是安怎呢？那来食素食啊？是不是想袂开啊？哎，讲起来，啊，我讲唔是食想袂开啦。哎，是啥？经常叫咱安尼，圣人就爱叫咱照伊脚步落去行。上个经的上个好做就是食素食，唔茫去做业力啊，唔茫掺咧啥精神啊吼，去做冤仇啊。所以咱就啥放弃这个贪欲，所以唔先来请教素食，也就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以上修福的欲别罪啊，何事得福罪害哉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咱若讲啊呐啊，怀疑讲修福哦，会当灭去咱较在啊种种的罪过错吼，安尼就差异安尼。因为呢，何事得福罪个啦，搁伫个哦。所以咱唔讲想讲我布施要消减灾个，我布施我就变啊呐减偌济罪过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个福。他做是两回事就对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就是咱讲啥，讲较足清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咱要安那消咱这罪过，伊也别有难讲。伊讲当用心中拄作了罪业呐，各自性中真忏悔啦。说真正咱过去啊，罪过着叮叮嚓嚓的罪遮尔重，咱要安那真真正正啥来解脱掉，布施受福报，有哪袂歹？唔过咧，上个重要就爱伫属性当中真忏悔。所以，啥物叫忏悔？忏其前刻，悔其后果。就讲忏讲我较早所犯的罪过错，叮叮当当。啊啦，从此以后悔过了，我拢袂阁犯啊。安尼叫做忏悔，唔是讲我今仔来忏忏的，明仔载阁继续做。今仔日来悔过，明仔载阁继续做，安尼无再讲要忏悔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也是讲，忏其前愆，后其悔过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真正诶，去除掉咱的累劫的罪过错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文武大臣真忏悔啊，迄个毒蛇心净即无罪啊。所以咱来当天五教大臣的上乘法，所以真忏悔就是上乘法啊啦。诶，唔是讲我今仔烧足侪金咩？有无？咱一个新闻吼，啊，某位人哦，讲惊诶，啊呐，有罪过错，啊，即嘛去买一堆金吼、哦，买几落百万的金去咧烧，你看安尼敢有效？啊有效吼，大家来烧金就好啊，讲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嘛毋是安尼哦，这就是一定爱啥，家己的忏悔认错，安尼的时阵呢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达到啥下罪人啊，下罪人吼。哦啊，所以呢，哎，毒蛇心情即无罪啊。所以除掉咱心中的邪念、邪思、邪为，安尼才会当安那行出来，你才会当做端正。无你啊，看咱的念头啊、邪思啦，做出来就歪呢，足厉害呢。哎，啊，所以讲，咱来心情，哎，去毒蛇了，足自然，咱就啥无罪啊啦，吼。啊，学得相互自性观，即物诸佛同一类啊。所以，咱学道人咧，会当定定回光返照，哎，自性的啥，自性的观照，吼、哦，安尼参诸佛菩萨有啥物无共，拢共款啊。因为你啊看，观世音菩萨，哎，伊有代志无代志，就安尼目睭八分开，两分开，伊咧用啥？回光返照，咧修行呐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咧修行就是这个咧自性观。所以，佛法唔只咧建议咱大家，哎，工课做无要紧，啊，有休息的时阵咧。静落来，哎，皮啊，树深，这土那滑，哎，啊，目睭八分开，两分开，拢修咱的行观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对咱的修心养性啊，对咱的啥自性观拢非常的好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才是真正内修的功夫啦，吼、哦，来养性呢，就是爱以觉为师，所以呢，当时佛陀当中呢，一百岁年后啊，阿难尊者就讲老师啊。哦，啊！你到尾是要咱交到啥啥物话？哎，啊！你无伫个，我是要跟啥物人啥做师傅啊？所以呢，佛陀迄阵讲，为以戒为师，就是讲伊留落来戒律，大家拢爱照安尼做就对啦。我无伫个无要紧，不过你照这戒律落去修，安尼就会成功啊。
吼、哦、啊，唔过这个时代咧，就是白羊期的时代啊，迄阵就是红羊期的时代，所以伊改为师。啊，现在咧，咱这公老师来讲的无同款，伊讲万佛时期啊，颠倒的众生应该进入了正道，爱自修自觉。你不只啊，你不只是改为师哦，所以咱这白羊期爱自修哦，爱自觉哦，天不靠地不靠哦。唯有靠啊，靠家己来啥来行来持来对觉，所以呢，唔是用概论来做书啊，啊，无必用啥，初时爱用觉来为书呀、啊，所以呢，爱觉骨诶啥诶觉性，度化众生是自觉觉他的书啊，所以呢，什么叫觉？觉就是发觉啊啦，就是讲伊啥觉悟到啊，哦，原来我嘛混呢，原来你嘛混呢，原来天下间呢。诶，人拢有佛性咧，所以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以成佛啦。原来就是安尼哦，所以咱知觉到了后，哇，赶紧导出来，来赶紧度化众生。因为伊有佛性，你要度伊就足简单咧。伊也无佛性咧，要度伊行吼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吼，啊，所以为人根基较好，为人根基较歹，无要紧，咱就加减讲。哎、欸、啊！拄我予咱讲去度到一个上等人哦，咱总啥上师闻道，勤而行之呢？中师闻道咧，六尊六王呢；下师闻道咧，大超之啊，不超不足为道呀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咱也当着下等人难笑，咱嘛是感觉安怎啦？因为迄就是咱的责任嘛。吼、哦、啊，咱也当着中等人咧，哎、欸、哦，我鼓励我讲伊就啥，较会行，较会修，伊嘛有可能来成就。咱也去当着上等人哦，哦，上师之人啦、啊，真正咱着足快活呀。有当只一点了，咱着赶紧请教授师啦，咱着赶紧冲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这拢各人因缘无同款啦，吼、哦。上个重要就是爱以觉为师，唔是以戒为师，吼、哦，真是差出大辈哦。过来第四点，用心呀。伊讲道不用修啊，只要真主人当家呀。哦，就讲道吼，本来嘛免修呢，唔过就是你的自性佛哦，你啊呐，伫厝里吼做主人啊，唔忙咱互眼力鼻舌心意，尤其是意吼，哦，拢咧用意思咧做代志啊，吼啊意思做代志就啥，我看到我对，我听到我对，我闻到的我食到的我对，拢就是家己去集中着啥眼力鼻舌安尼。所以呢，这感受到了传递到你的意，你的意所做出来，安那，就有你的看法，有你的想法，有咱的执着，所以就无法度哈参人合作一齐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分执，就有利我，就有阴阳，就有对待，安尼呢，就无太讲义啊。啊，咱今仔日也当用真主人做厝做家，哦，伫厝的做主人当中。咱所做出来是以你的佛心做事，以你的德心做事，所以咱就法度参啥？以道中来讲，咱就法度参大家啥和睦相处啊。以伫社会咧嘛同款，咱啊以德心啊在做事的当中，有当时啊风偏嘛无要紧，人讲食亏就占啊占便宜啊，吼啊，所以呢，咱自然得啥？得以退为进啦，吼，这拢是修心的一种方便法门。所以老师的话咧，这本册第三集，伊嘛咱记载着讲，脾气毛病啊，大家人拢有。不过呢，咱一旦唔敏感，伊自然就啥消失去啊。伊讲跑啊啊，脾气毛病大家拢有啦，你嘛有，我嘛有，咱大家拢有啊。哎，啊伊讲唔敏感咧，是安怎唔敏感？因为你啊用主人做主，做啥？做主人的当中吼，带恁兜做主人啊，嘿，迄个咱兜就即个厝啦。吼、哦，在你的自性当中修好好，啊，念念拢是以主人来做事啊，你的脾气毛病你自然就消掉去啊，嘛唔免着讲，哎、欸，我条件要改几分，哎、欸，我条件较早会骂人，啊，我真无爱骂人啊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较早会发性地，我真无爱发性地啊，含迄个念头就拢唔免出来啊，因为只要你那主人啊做主啊，这个物件唔免修就无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来讲啊足清楚，啊，那么。修道的真正，咱做的工课在啥？哎，伫在咱真主人爱常常树伫啥家代，唔通学袂走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关心就是咱的主人啊。所以咱若关心无伫的吼，哇，啥？哎，倒去哦，迄魔鬼占住来安尼。
所以咱拢咧相信，迄位就是啥呢？家己吼，家己修家己练，啊，结果吼，无用正正法咧练，吼，所以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常常去咧坐禅就对啦。哦，我坐甲讲吼，拢会对呢，坐甲拢会准呢，坐甲拢会安怎呢？吼，讲偌赞都偌赞呢，招招咱要去就对啦。啊，我讲吼，你个毋是正法啊。哎，因为这三根木剑吼，你修道唔是伫遐地上啦。咱若真正要练去练到会准，大家嘛会准。你徛嘛轻好练，行咯嘛轻好练，行住坐卧拢都是上啊。太着一定爱坐伫遐，只是坐伫遐叫做坐上。哦，拍太极拳叫做动上，行叫做行上，立叫做立上，迄拢嘛是上，无一定爱伫遐坐啊。哦，啊结果吼，就安尼坐坐坐坐到尾啊，你敢知影？半暝啊拢唔困。哎，讲伫咧，因咧三合院呐，啊去咧三合院头前遐咧坐啦，啊伫遐当落水啦，哦，啊叫蚊仔叮到吼，吼足侪歹，啊结果你知影呐，迄魔入去了呢，魔入去了惨啊，哦，讲迄话拢，伊讲着讲我来什么神什么神呐，哦，我讲啊你惨啊你，哎，你去遐魔入去啦，啊要入去了，你要请出去阴出去呢？真正呢，所以参伊做迄个元神，甲因无拢伫内底啊呢，一个身躯短短两三项面迄个物件呢，吼、哦，啊有当时好好就好哦，啊有当时啊着讲迄足奇怪诶代志着对个，吼、哦，着讲我嘛要呐打帮助的，我嘛要讲天说的，哎、欸，啊我乃是啥物神呐、啊？哦，真正啊做落去啊着对，吼、哦、啊所以会记得哈，咱爱元神做主啊，毋忙咱诶主人吼、哦，保伫厝内啊乌白走，煞去哦啥？啊，人家做主啊，就去了了啊，吼。所以，过来第五点，用善念，佛，嘿，佛陀甲咱讲，多在啊，方便呢，啊，脑持修啊，专凭五戒做根由啊，杀生戒欲诸比人呐、啊。所以讲，多是一块咧修，多唔是讲走去清浊古道好，我就去遐修呢，遐较清净呢。较早就是一个公案，阿难尊者。第一本《维摩诘经》的记述吼，迄本啥《维摩诘释》迄本册，伊就安尼记载啊。啊，维摩诘吼是当时境界够高的一个在家修的人呢。吼、哦，听讲伊参佛陀的境界吼，不相上下的，对啦，有哪多厉害？这是佛陀，伊是出家。哦，维摩诘伊要出家，叫在家修。所以在家修当中哦，十大弟子参伊辩道，辩袂赢伊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有一间在阿难尊者吼，就走去深山内咧，伫遐境界足清净所在，要伫遐坐禅，要伫遐打坐啊。结果拄啊为无结伫遐经过，哦，我当阿难尊者，啊，你来直接坐啦。伊讲哦，吼，迄池啊有够差就对啦。哎，啊，我坐禅吼拢袂清净啦。我所以我来深山遮吼，找找一个较清净的所在，要好好啊再练功一下啦。哦，就去用维摩诘技术来洗面啊！你讲哈，你真的境界，得去找一个清净的所在，才去修，你才清净哦。哈、哦，所以真正的功夫不是安尼嘞，真正的功夫是爱在脑池当中有法度清净落来，还是才是真功夫嘞？哎，哦，啊去用维摩诘啊，讲到吼，啊咱尊者讲是，安尼我的境界无够，安尼火也无够，安尼爱搁落来下底修嘞。哦，啊所以真正。伊讲的嘛是做道理嘞，咱真正修修啊，这个在定不染定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真拢就是啥，伫火体咧修啊，所以咱参一般人拢同款啊，哎，啊，不过嘞，咱有修改，吼、哦，所以参伊无同款，咱有修持，所以讲的话嘛参伊无同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啥，咱所表现出来就是偏偏的风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这期就是啥。参伫世界当中，参这五分十尘，参众生拢啊伫这，叫做在尘不染尘，吼、哦。爱讲专凭五戒做根由啦，所以咱用啥物做根由，就是五戒，酒色财气昏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五戒，吼、哦。所以一定爱修好好，杀生戒欲诸比人呐、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就是啥，唔忙个杀生啊。所以唔忙杀生，就是戒咱的欲望啊。所以咱的欲望是贪食，哎，有无贪看、贪想、贪困，所以唔只拢在啥，做一挂足奇怪代志，做一挂做罪代志。所以咱的咱戒心当中哦，拢自自然然达到啥，见慈悲啊，吼。啊，讲偷得独清的廉洁油啊，
所以咧，偷渡当中哦，这个代志绝对袂当做啊！哦，这咱拢知影，哦，这都唔免讲，因为咱进行到这个程度，大家拢做清气相，哦，啊，大家来咱自我的啥约束。啊，不过就是要来讲一寡小点，包括讲咱若讲去别人的佛堂啊，还是咱的佛堂，还是讲去访道啦、访亲啦，哎，人的房间袂使乌白人弄，乌白人看咧，敢知影？哦，啊，比如讲去人家，一支笔啦，一张纸啦，是啥啦？咱拢爱甲主人讲一下，迄叫做礼貌啦，吼、哦，唔嘛讲大大伊着使着写，啊是讲要敲一个电话，吼，大大伊使着人敲，这拢袂使哦，一定爱人啥知会一下，然后、哦、主人啊，我即拄好急事，我手电啊，拄好要哪，手机啊都无电，你电话借我敲一下，吼、哦，大家一定会招你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即阵要敲，安尼着无犯上了头道啦。所以有当时讲，咱袂去偷，咱袂去呐抢人，当然是绝对袂。不过一寡小细节，咱嘛是爱啥注意就对个啦吼。啊，讲见性不灭嘞，因缘绝啊。所以呢，咱见性不灭啊，吼，因嘞就啥就绝去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看到女性，咱心袂动。所以较早就是有一个故事啊，哦，一群男男女女，大家拢伫遐跳跳舞啊。因为呢，佛陀呢，你呐啊，佛陀要化作一个啥阿婆啊，要来敬戒因众人，要让看清咱大家真面目，所以拢用一个法术哦，大家拢在底下跳舞哦。伊结果化作一个阿婆啊来，迄个阿婆的一支啥拐啊，雄雄蹬一个，蹬一个了吼，大家拢啊呐，迄肉拢都无去啦，拢变迄呐白骨死人头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大家看一下。啊，他遐遮水个姑娘，他会变变做啥？变骷髅啦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伊遐在咧影下讲，咱人咧水是这皮咧水尔啦，这肉咧水尔啦。到时啊翘起咧出骨头吼，无人敢参人困做伙啦，敢是安尼？偌水哦，30年后就无水啊啦！哦，较早是18岁一朵花，经过囡仔生落来吼、哦，啊经过下啥水水果咧吹啥摧残。运啊水袂落来啊啦，所以咱来讲，就是讲，即个女性形形色当中，咱袂使去迷失当哈，袂使去迷失着吼，安尼着饮欲绝啦。啊酒嘞，甲薰啊，甲薰食嘞，应断性相留啊。所以嘞，咱爱戒酒吼，啊这薰呢，吼啊啥，这永远吼，着爱断绝，因为鱼鱼尾尾肉肉，大家拢有伊个灵性啊。哦，啊酒啉落会乱性啊！你看酒干啊，放伫遐无代志呢。酒啊啉落，咱人个腹肚嘞，吼、哦，迄代志就足济啊！万啊开警车落去弄死人，啊万啊着安怎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一个朋友足古锥个，放时啊无啉烧酒吼，点，有够点嘞，含一句话都唔爱讲。人啊才拍招呼，伊嘛点头尔，万无回礼呢。啊，酒去啉三杯以后哦，就无同款啦。吼，伊做工作嘛，拢请出来哦。啊，因啥物人安怎拢请出来哦？吼，迄话是较济，猫仔蛋啊，人讲猫仔屎啦。吼，啊，所以你遐看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酒的乱性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永远啊断掉，因为咱要修行啊，要养性，就是爱这个下功夫。爱讲欲学修啊，忠实不忘物啊。吼，爱啥？学一个人叫做广长舌。伊将来毋捌咧讲妄语个啦，毋捌咧讲即种啥做袂到话啦，也是讲讲一寡啥，一寡毋熟个话啦，吼、哦，一寡迄落开玩笑个话，伊袂讲即种啦，吼、哦。生活何必离世修啊？所以讲咱今仔日要修行正果，毋免着走入深山古洞修啦，毋免着设法为你去修啊，拢毋免啦。咱在庭啊，着我都修行啊。只是咱着按照这道理来做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个啥，挥毫伫咧啊禅定当中咧，较会当慢慢愈修愈圆满，愈修挥毫愈好啊，吼、哦！所以伊着是咱讲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继续咧，咱请各位来看咱个卦辞仪，金吉观仪啊，自求靠心。所以金着是用静之道，吼、哦！所以咱若看到金着是修静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若伊着讲，你真正用正道当中，你着是有法度身体啊，非常的好。啊，要咱用，伊讲拢自求靠实啊，吼、哦！伊讲上气实以养慧命啊，下气实以养性命啊。
所以咱今仔来参班来悟道，来研究真理，即拢叫做上起实以用咱的慧命。啊，咱若厝里呢，要食安怎，要煮安怎，要食安怎较营养，迄叫下起实以用咱的性命。所以呢，慧命嘛足重要，性嘛足重要，所以拢爱啥啊？并下徐妻啊，爱讲顿悟入道，爱闻啊，爱闻论啊。伊讲自多自啊，自性爱自多，福不能多，若福能多，众生时啊，过去的诸佛如彼顶数，一切众生将应该度尽啊，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，不得自成佛呀？所以讲自求靠食，就是家己爱度家己啊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我食饭你饱，无可能嘛。啊，是讲好、哦，我巴肚作妖，啊，都唔去食饭，你敢会饱嘛？是袂饱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家己啥，家己造业，家己受啊，家己行功，家己成啊。所以功修功德，报修报德，这天下之理就是这简单。哎，啊，拢唔修咧，拢无法得得。所以讲自修自度，福不能多。咱唔是靠佛做难度呢。明书是明啊，咱拍开玄关跳，大家讲咱就是西方一立主呢，吼、哦、啊，要安怎转去？成功了完转去呢？所以咱爱家己度家己呢。佛只是指点咱一个明路尔尔呢。伊讲若佛能度众生啊，过去诸佛如微尘啊。所以讲佛来当度咱众生，早就去度了了啊。诸佛菩萨有够济呢，一个都派十个啊，派二十个啊，大家都度了了啊。太得个，太个咱啊，咱个一家啊，非常辛苦的度众生嘞。所以一切众生啊，终因度尽，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，也无法度来达到啥成佛成圣呢？哈、啊，所以这点的重点就是叫自求口实。咱家己要成就啥物吉呀果报，咱就家己要成就哈。啊，传书较难讲，以卦真吉永静即吉呀。观于观其所用也，自求靠实；观其自用也。天地用万物，圣人啊用贤，以及万民，以知时啊大义在。哈、哦，所以讲以正结用正结结也。伊讲以观呢，以下动力上智为用，动力智即所行啥不有计量。哈、哦，也就讲下底啥下底叮当啊，顶面静止。所以呢，下底动了呢，遵照顶面的意思来做啊，安尼呢就袂违背了啥佛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观于观其所用也，伊讲不贪有物，不处有情，所用合德，生者行之，灾者陪之，处天道也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要观于啊，就讲要安那啊，用咱的身体，用心、用性、用德拢好。就是爱啥不贪有物，修啥贪嗔痴爱恶欲，这呢拢啊苦无掉的。所用合得了，心里行之背啊，在家背之，自然自然的我都真正啊，一切拢圆满啊。自求靠实，观其自用也。所以明主较难讲啊。用其大体为大人啊，用其小体为小人啊。所以大人小人专在自用也。所以咱今仔日要行文做作，嘛是你呢？嘛是你家己来修行的呢？咱今仔日要做一个凡夫俗子，嘛是家己来想的呢？所以人家讲自在众生心凡夫，自在大德心金仙。咱今仔日要有啥物啥境界，有啥物的阶段，有啥物的高位，拢家己来选择的啦。吼、哦，你讲我嘛在修啊，啊不过呢，拢唔捌得出去，啊唔捌入班，啊唔捌得度人，啊唔捌得开放你看，伊的高位偌大？哦，咱慢慢定就好啊，卖讲高位啦。等下想讲一个都暗去上班，暗去赚钱，你也看伊钱会剩偌济啊？哦，嘛会坐视山空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明明一个人足拍拼、足认真，有当时啊，时运较无好，要无要紧。伊就比别人拍较拍拼，绝对会比别人较好命啦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啥，一分的耕耘，一分的收获，这是绝对的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，咱是要用大体来成就圣人成佛的果报，啊是要哪用这个肉体尔尔成一个凡夫俗子，系看咱个人的眼光，看咱个人的选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拢就是在自用业，天地用万物，圣人用贤以万民啦、啊。
伊讲天地物好生之德，以五路咧占盖那万物，以五谷生养百姓啊。圣人即不独其用也，因而推及有永恒有万民，所以受己以安民啊，受己以安百姓也。所以咧，伊讲照着天地，伊嘛是养万物。所以咧，天降啦，甲五路，所以伊就是咧滋润万物啊。地咧，伊嘛是啥？哦，要来遮生活万物，所以呢，伊吼啥用土来滋润万物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圣人嘛是用天人以及万民啦，所以圣人要来用天，就是咧纪念家己，就是啥，哎，有法度立足，较有法度立人嘛，记得唔只有法度达人，我的境界有够遐，你唔只有法度提拔人来够遐，啊无要来度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是用这部方法来。以及啦，来哈，以及普照万民啦。所以你啊看，咱这个点传书，咱这个前辈者，是唔拢在做这件代志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，前刚互我看陈大哥迄个片啊，吼，咱有看过无？吼、哦，伊上礼讲啊，讲至少有五六万人去上上礼啊，很多拢客家吼，吼，拢大塞车，哎，迄人吼够济。哦，啊，因遐吼，拢做甲有够精致啦。西装就西装，白衫就白衫，吼、哦，啊，拢一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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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够精致。包括当时的陈总统，甲那个马英九，因拢啊，不管民进党、国民党，拢去啊啥啊管理，啊，所以各下啊，各总统都啊表扬的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看讲真正一代，咱莫讲圣人啦，一代高人啊。哎，伊伫二十岁来到咱台湾，到今多六十冬一甲子，哦，啊一甲子尔，你看到轰动武林呢？听讲发一组的，哪一组尔了？咱就十八支妹哦，伊一组尔了，共有400万人才啦，400万啦。所以你看，迄真正惊人呢。一个坤道呢，影响你啊看遐侪，啊这是啥物力量？敢是伊的魅力？无啦。这就是伊啥叫天啊，天地之义就去做，所以人咧做天咧做，做自然咧。哎，今仔拢唔做咧，天有哪要做有哪做无落来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人讲真正圣人咧涌现，伊就是要哪普救到万民啊，唔是啊自己求安乐尔尔啦吼。以知时代而在啊，所以当时咧涌现涌民，该需要及时去做。所以过时之用啊，便等于啥？积世间之水，以救啥？啊，过去之祸。所以提醒帝王不可何哪疏忽失义用的时间呐、啊。所以讲医卦，就是讲这个医卦要予咱调养。所以咧，这调养当中哦，这个是足重要啦。哎，你莫去等啊啦，要把握当下。哦啊，所以讲啥？积世间之水要救啥？救迄只祸啊！这有一个功能啊。就是民主吼，一届吼，哎，去啥，要讨救兵，就是讲吼，因斗作善，啊，要请一个军人吼来斗三工啊，吼，啊，迄个军人讲，安尼足简单，等我吼去西江的啥，哎，来，迄落我去吼，将迄水手拢收手的时阵，啊，我较来赞助你，较来救助你。迄阵民主讲，迄阵吼，哎，民主咱无讲啥，民主做个讲话啊。伊就讲安尼哦，啊，我头先来吼，拄我看到一个坤啊，啊，个坤啊吼，有一挂水啦，啊，再一个人吼，哦，唔是明主，是真主啦吼，我讲唔对吼，真主啦，所以再有人叫我真主啊，真主啊，啊，我拄我头啊看，后壁啊看，啊，看拢无人，哎，啊，结果哎呦，迄、那个坤内底咧一只鱼啊，就对啦，哎，啊，迄只鱼就讲话啦，讲真主啊。我是南海的一只啥，一只龙来化的对啦。啊，我无住去用困伫遮，拜托的，吼、哦，我需要你来斗三工，哎，啊你安那，你赶紧来放咧大海，啊我就当得救啊。伊讲安尼哦，唔免，等我来找啥物，安那来引西江之水哦，来引来，哦，我就来送到到啥大海去啊。迄个迄只鱼啊，就讲唔免安尼啦。你啊，等你去引西江之水来吼，我你得爱去啥鱼波店去找我，因为我迄种翘起啊，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意思就讲，咱要利用咱的本性，利用气，利用命，利用心，拢好，
都要把握当下，唔通搁等啦啦。你看咱搁等，今仔过着减一岁啊呢，你看，鱼仔无只，有哪只只减一岁呢？吼，唔是讲无只鱼仔都无减呢。所以呢，咱爱好好啊，把握好啊现在。无一等过了又一等啊，一年过了又一年啊，是毋是呐？时间足无情啦吼。后来，咱来看大象书，上啊山下有雷鱼啊，君子以慎啊慎言语啊，则因事呀，吼，这个足重要哦。好，所以伊来讲山下有雷啊，因为啥呐？近寡为山嘛，下底有雷嘛，所以山下咧担雷啊。那就讲一个君子变啊，伊用那个本性。所以伊家讲君子以慎乌言呐。慎言语以养其德啊，所以咱爱非常改善咱的言语，来用咱的德行。因为呢，好强靠出啊！你啊看，咱一个纷争啦，一个人啊，彼此的啥对立啦，对彼此的怨妒啦，拢一道啦，嘴啦，这支嘴上个歹啦，真正呢，讲是非啦，讲谣言啦，讲有诶袂歹，是这支嘴。老家大家安尼话个是错，不过讲道德说真理呢，嘛是这个嘴，所以这个嘴上个重要，讲正讲德，讲歪义啦，讲做了口恶，所以呢，咱就是爱非常改善咱的言语，来咧，这物件这因事呀，所以咧这因事易用其体呀，所以叫做别从口入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变啊这因事。食饭食物件吼，食呐拄啊好就好啊，差不多六分饱、七分饱就好啊。咱茫啊食到十分饱，食到七分饱吼，拄拄啊好。食饱了会记咧去行行咧，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这足重要呢。咱若食饱了，搁睏伫遐吼，我讲你的腹肚已经直提出来啦。所以吼，我拢有一个习惯，食饱了就过去洗一个足大个呢。因为我的厝拄啊伫菜市啊，菜市啊生一日吼，差不多两三百步啊，差不多啊，所以食饱就去洗一日，食饱就去洗一日，保持这种身材也袂歹啦吼。所以咱这就是啥，用食之道，会记哩，唔茫食伤油，唔茫讲吼，咱食素食拢袂中风，无迄个代志哦，敢知影？因为我都讲这吼，拢足中道的啦，有的人食素食，迄油啊，炒甲油拢都。油吼，袂说拢免钱个咧，安尼尼久袂清哦，迄血管会硬化，温啊会中风，毋是袂中风。所以咱养生之道，第一食素食无毋对，食素食嘛阁爱足讲究，要安怎炒吼，像我个太太，迄菜拢无咧炒，拢用烫个尔尔啦，烫个，甲小可淋一个啥橄榄油安尼尔尔，安尼就足好食呀，安尼对身体足好个。唔茫去炒，油用到一大堆，而且钱的物件减价寡有好无歹，咱若讲食素食，搁要食钱的吼，最爱食钱的时阵咯，这血管的疾病一定有你的份，所以拢爱知影用心之道。你看做这个人都会中风，都会高血压，何况无进口的人，迄个食侪搁较严重，所以咱就是爱有这个啥低见啦，伊讲山下有雷啊，上进要恐惧修行。那像天主无虚言，因为天主的缘故呢，就是国家的法令依据。所以孔子甲咱讲，一言可以行邦，一言呢可以松邦。所以饮食为口体之用呀，亦由人民血泪所出呀。所以博饮博食啊，故非用食之道。君子慎言语以用其德。所以咱十五条有规，就是来讲谨言慎行，就是这大象书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较来讲，要有规律的生活，咱较袂啥产生个疾病，有啥轻度的习惯，自然就活泼玲珑，就是讲唔忙分担啦。开吼爱扫门庭啦，如果咱无一盆啥物事了吼，早早起啊，着爱扫门庭，迄着是叫咱爱勤劳啦，吼。愉快心情，心平气和，所以逐工吼拢啊保持心情吼拢足快乐，毋茫烦恼天未光，烦恼鸭无卵，烦恼小狗要嫁无嫁妆，烦恼小车要娶无门床，烦恼遐侪种啊，烦恼在咱处理代志，逐个来烦恼就好啊。
所以咱就要放下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哎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做自然呢，就会到圆满啊，吼。啊，因为呢，这就是啥，顶半段。啊，咱请各位青年来休息10分钟，等下再来看这人熬伊的含义，吼、哦。感谢慈悲心。